有什么电话亭？我操！你们猜猜，我们还需不需要买票？你先把售票先找到吧。逛一次不用买票的游乐场。注意右前方。说实话，我对雕像也有心理阴影。你注意，右边又掉了一具尸体。他不会是我们寻找的售票员吧？这个地方更阴森，兄弟们。太安静了，我就怕这小湖里面钻点啥。行了行了，别讲。兄弟们，你们注意看一下，咱们一点钟发现这事。没东西。我这在手电筒照的。天，这什么东西？不轻，小心一点。继续前进，继续前进。我想到了一个地方，兄弟，亚尔诺贝利。我摩天轮好破旧。直接往前。前面交火什么东西？有一个小队。牧师，协助他们，我们转移过去，跟兵带路。对，他们消失了，紧急搜索。这前方有感染者，请注意。收，右侧可以上去。接敌。注意警戒后方，方林。收到。目标击毙。我们准备上去，兄弟们。不要在下面。达卡给带路，老猫，你们带路。收到。完蛋。妈的，九五就是好用啊，兄弟。大口的枪。老哥，我走，你站前方楼梯查看。萨卡片，老猫，你们前出查看一下情况，我们警戒后方。正在前方。方里有人影。收到，注意警戒。萨卡片，你跑下面去干嘛？什么？别给我讲鬼故事，我在你前面。那下面这个是谁？好，下面这个人没了。难道是还有一小队吗？不是啊，他穿的好像跟萨卡比非常像啊。真是见鬼了，我们先下去吧。说的。就位，等待你们。警戒右侧，三人敌，击毙。左侧安全。前方。检查一下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他好像不是感染者。收到。兄弟们，这玩意长得也不像人啊！这边。收到。幺零二有动静啊！我们要赶紧找到那个无线电塔。稍微的，所有人紧张弹药。换弹。换弹。右侧有声音，注意。
右侧有声音，注意。接地。击毙。击毙。正前方接地。又来那个奇怪东西了，慢蛋。接地。世界上没有五点八打不穿的人，我操！等等，播放接敌。收到。目标倒地。目标击毙。还有。目标清楚。收到，完蛋。注意十一点方向，接近，击毙。这是什么？不去。后方持续警戒。刀哥往后退。我接近你。走。这不像是个东西，不像是个人。这我确定他不是人呀。有无线信号。但是我们不知道准确的位置，需要搜索。我操，兄弟们太逗！看呢，这到底是？这也太高了！注意警戒周围。我们还是先回到车那儿吧，看看天能上什么。收到。什么情况？我的妈！地震了！地震了！地震了！震了！地震！说的。快走吧，这里要塌了！我操！你们看天上，兄弟们！他妈，这家伙是人吗？是人的武器吗？你赶紧走！我操！放下去。小心！走走走走走！天哪！快走快走！我的天！左边左边左边！天哪！哇，他再过来，树都全都没了，这个山都秃了。往山里走。